做穷人注定一世挨穷，做富翁一定位高权重。做穷人抑或做富翁，是靠双手听命运，定社会资源分唔匀？第二集《穷富翁大作战》，首集主角是人称田二少的田北辰。我其实人生不是很多刻，我是会坐低话我现在都几好，享受一下啦。我多数都是一有时间就想第二步。我就成日都一句说话，如果你今天觉得几好，你将会被人淘汰的。爸爸是香港一代富王，田北辰在哈佛大学毕业后亦创立自己的服装王国，经历金融风暴、沙士危机，到今日坐拥全球700多间分店，在商界可以说无人不识。现任的中华五千主席，我始终觉得我是信奉自由市场，可以说是淘汰很多弱者，但是如果你的斗志在这里，你有弱者都可以变成强者。一向俾人感觉高高在上，近年锐意踏足政坛，令田北辰越嚟越需要走近群众。我其实最紧要呢次就去体验，体验一啲我而家唔知系乜嘅嘢，查出多啲，到底我知几多，将来去游说政府又好，你写篇文去影响，言论又好咧，肯定嚟讲咧，你嘅立场会得坚定啲，可信性高啲。因为我终于可以跟人说 I was there。 节目里面田北辰会做一份时薪只有25元的扫街工作，每日只得50元生活费，住在只有15尺的豪华农屋。看看在自由市场打滚多年的他，对香港的房屋政策和工资水平有什么反思？又麻地啦，咁又尖旺咧，其實加埋係全港咧係最多龍屋板間房嘅地方嚟嘅，嚇，同埋個租都比較貴嘅。咁你呢度咧叫做都中等價錢噶啦，上價1265，下價1350元到啊嚇。咁同龍屋點比啊？其實佢呢度龍屋嚟㗎，攞牌㗎，攞證牌㗎，有成30多個床位嘅。好，就係呢度啦。呢度就你間房啦，喺呢度上下格咯，你上面頭頂啊，仲有一格，唔知道你瞓唔瞓得落咧你？俾我上嚟都細啲，呢邊又有好多牌咯，都係上下格，上下格。有啲街坊會去公共浴室㗎，佢都算衞生啊！喺呢度，我冇話呢度已經算叫做豪華農屋㗎啦。你平時主要睇好多電視嘅係嘛？哦，冇乜嗜好啦，我唔睇電視。你通常睇到幾點鐘瞓㗎？點零兩點。有冇覺得個環境點啊？都差唔多啦，我哋好咩環境咯，係啊，我哋都冇得選擇㗎啦，啲地方。咁而家你冇做嘢咁你？而家拎公換啦。啊，公換嗰度幾多度？3700。咁你3700減咗1300，就2400。咁你2400就基本上就係食啊。係啊，盡量有一日過一日咁樣。係啊，冇辦法，呢啲嘢。好慘，好冇意思啊！即係有少少好似等緊去咁樣，即係唔知點咁，又冇盼望，又冇剩咁。好似個文件咁啊，所有夾埋入邊，即係喺一個唔係好人性嘅居住地方咯。但係最諷刺咧，就係我呢個地方係板間房嘅豪宅嚟嘅，係原方板間房。
一心谂住早啲休息，但系临瞓前，田北辰突然醒起，听朝6:30就要去到湾仔开工，唔想翻工迟到，唯有落街问定路。但系平时出入都有司机接送，佢完全唔知咁早可以搭咩车过海。我6:30要去到湾仔码头，点解第一班车6:00啊？6:01。你依度去金鐘都要成8分鐘，咁早咧係起碼10分鐘車。10分鐘 ，setting 去咗。自己揸車啦。唔該。通宵嗰啲係邊啲啊？唔係啊，就係 A 嗰啲貴啊嘛。咁你即係要13.5啊？邊咁多錢啊？通宵巴士又貴到飛起，個交通費係根本令到佢冇得生存。啊！從呢度就開始啦，即係開始你嘅地盤。我要撳一撳呢度，呢個犀利喎，呢個。得，倒垃圾掃街一啲都唔容易。原本要喺8:30前清曬10多個垃圾桶，但系過咗成大半個鐘，先清理到2個。快走啲，起咗第一件貨。推上去。你知呢度幾多加冷水啊？我一鬆手就結扁我啦嚇！你睇我睇到啲咩啊？前面我平時行行喺街食雪糕噶啦，不過今日唔食得，食咗唔喐得噶。一食完豆子都冇埋，而家係豆子嚟噶。平時行街咧，有時俾人撞，但我今日著呢件衫咧，3尺之內冇人埋嚟。咁點啊？而家食晏啊？唔係，而家你第二輪係啱。我頭先講嘴啫。嗱，我冇睇時間噶，我做完之後咧，我以為可以食晏啊，我真係以為做咗4個鐘，原來做呢樣嘢咧2個鐘，你嘅感受係4個鐘，我而家係腰係酸酸地嘅。我平時而家啱啱先開工嘅，我而家已經發覺好似做咗半日嘢啦。做得咁辛苦都係為兩餐，但係得咁少錢，可以食到啲咩咧？15蚊樓下有冇啊？嗰度冇啊，15蚊食三文治啊。佢樣樣都幾好喎嚇！哇，呢個唔得啦，19，哇20皮喎呢個，呢個好。但係一世人未試過入 Seven 咧，有啲嘢我想要咧，買唔到嘅。即係以我今日淨係搭車食嘢，如果你話俾我22蚊，我中午係搞唔掂嘅。你27、28蚊，我係掹掹緊。如果你話付出嘅勞力同埋得到嘅回報，咁就真係係好辛苦，同埋係最低嘅回報。其實係好辛苦掃得，我連要用竹掃把點樣用力我都唔識。面對厭惡性嘅工作，捱足9個鐘，田北辰終於有得放工休息。但係原來同佢一齊開工掃街嘅同事，為咗生計，仲要趕去翻多間夜班清潔。
就去中環啊，或者北角嗰啲咁數，或者街市啲。又係清潔，因為佢哋一份唔夠起啊，得5000多蚊，佢唔夠，佢要揾多份嘅嘛，3000-4000蚊啦，就圍到即係成本夠。因為每晚就瞓嗰6個鐘，5個鐘。我哋都差唔多㗎啦，17個鐘我哋一樣都。我而家已經唔喐得嘅啦，已經做兩份咁嘅清潔工，25-26蚊做啲咁嘅工作，根本冇人做。但係香港咁畸形咧，所以我哋而家講最低工資28蚊嘅話，其實好多人都係6000多嘅啫，就逼住佢哋成日要去開多間。即係話你成個經濟結構。令到冇學識或者低技術嗰班過啲非人生活，一就板間房，一就三間，呢樣嘢係冇人性嘅，唔 make sense 嘅。一係頭有啲痛，痛咗個涼，唞下休息下。上一節講到田北辰做足9個鐘清潔掃街，一放工就即刻翻農屋休息。跟住仲有啲頭痛，奇怪我好少蚊頭痛。休息咗一陣，田北辰決定落街行下。佢周圍走，想去邊呢？你好。我而家住緊嗰個係1300蚊一格一個人，即係1300蚊租一格嘢咧嚟曬譜。跟睇呢度附近咧啲板間房咧，有乜上去睇睇噶？600蚊租，500蚊租。冇啊，冇500啊，600全部都。哦，已經全部600啦。啊，嗰啲房啊，起碼要1500啦。哇，1500，快啲！哦，呢個1500啊，呢個。1500先。嗰個2000啊，側邊。嗰個2000蚊啊。哦，你唔使錢啊？以前冇咩人住嘅根本，最近又多咗啫嘛。點解咧？啲人出邊啲租貴翻，咪即係搬翻呢啲嚟住翻咯，又要咁咯。住翻幾年啦。熱水爐噶啦，沖涼係嘛？冇啊，我熱水爐啊。冇噶，凍水嚟噶。自己煲水咯。啊。廁所以前咧有人住㗎。呢個上個有人住㗎。哇。哦，以前係咁噶嘛。咁嘅環境，唉。大陸鄉下都好過佢，香港又搞成咁。啲地真係太貴啦！你快啲將啲樓起得貴，咁多貴。但你覺得嗰啲新樓起到咁貴，嗰啲影響呢啲咩？會啊，全部連鎖反應。連鎖反應嘅，連呢啲都會影響啊！有㗎有㗎，一定有反應。我知道有，不過唔應該有，係唔應該有。其實你看下去根本都不像是人住，沒可能。我們香港人要想想什麼叫做一個香港人最基本，我們認為最窮最窮的人應該有一個怎樣的居住環境。那你給他身份證給他的香港人，我們是不是要給他一個 decent living 呢？我們從來沒有想的，覺得你在公屋你不來了，你就市場主導，即係市場唔一定有公義喎。市場係弱肉強食嘅一個世界，唔一定有公義。政府佢越逃避嘅問題，越唔去處理，即係諗住自由市場可以運
助。佢甚至嗱，依家高地價啦，佢嗰個公屋供應唔夠啦，同埋甚至佢亦個租金亦都唔好管制啦。或者依家啲市道又咁鬼貴。其實龍屋板房都如果計尺價都貴㗎啦，只不過你比較市場嚟講，我千零二千蚊都叫做勉強貧窮嘅人士叫做都可以有個安身即係嘅地方咁樣啦嚇。如果再去其他佢再貴啲，佢哋都係負擔唔起嘅。咁因為好無奈嘅選擇嚟嘅。最後一日開工，田北辰獲派新任務，負責清潔人多車多垃圾多嘅繁忙地段。他應不應付得來呢？哇，這條街真的很惡劣，等我來，這樣也可以，很多老闆在這裡，小心點，好，走開，這樣也可以，小心，喂喂喂，哇，壞了啊，好誇張啊！離曬譜啊！哎呀，哎，哇！呢樣嘢好重啊！呢個，哇！差啲掂唔掂啊！條腰，體力上咧就都好辛苦。第二日開始攰，開始啲嘢有少少乸西。你話如果叫我一個月或者半年咧？我想我未必有鬥志。你兩處啊，人哋好怕噶喂，你掃把對住人。最慘就係你要避開啲人啊，因為啲街道好窄。咁我見到啲人，見到我好似魔鬼咁啊，個個都避開曬。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咁乞人憎啊。係嘛？咁即係發覺原來人哋睇清潔嘅人係咁睇法，可能我以前都係。有食 seven， 你真係真係冇咩呢度？冇啊，十幾蚊。呢個又喂，呢廿幾？有24，喂有湯河喎，喂湯河17啫喎，至少低過20啊！我第一眼見到海南雞，第二眼睇到9.9，我話哇正，原來杯奶茶。咁都20蚊，唉，最平22蚊啊！哇，真系，哦，啲鋪租太貴啦，唉，好坦白講，我以前好少食大家樂，因為我成日當佢係快餐。我呢兩日我完全冇諗大家樂，因為我係 afford 唔起。係你好奇怪啊！我呢兩日淨係諗食嘢，我完。全冇嘢盼望，我乜都唔敢。我做咁多就為咗希望食餐好嘅。咁我諗我而家明其實大部分佢哋係諗緊乜？點會諗下個禮拜、出年、將來點？最緊要搞掂下一餐。14 1 2 3，平衡之後個油菜啊，有冇人分啲啊？你哋？唔使。好，你一薯翻兩間啊？1200蚊一間，咁兩間你咪多多嘢間多多翻2000蚊啦。供樓又成嘅，辛苦啲啊！你以前要買居屋供樓好過住公屋啊？梗係公屋好啦，我哋攞唔到啊嘛。如果你攞到，攞到嘅住公屋好啲啊。兩公婆加埋入息過咗公屋。限額入住唔到公屋，但係佢都要逼住做兩間，即係嚟嚟去去就喺個死胡同入邊。咁所以我而家諗嚟諗去咧，係唔係我哋而家香港嘅公屋嗰個入息嗰個上限係太低咧？符唔符合今日嘅最基本嘅生活要求？係咪呢個先就係問題咧？行街見到地下乾淨，呢啲係必然嘅，冇乜大不了。咁你問我曾經有冇諗過一個掃地嘅人攞幾錢人工，佢點嘅生活？我可以同你講，我冇諗過。咁啊呢事咧，我都有啲感觸。
即係當我諗起原來呢個世界，你最簡單嘅嘢都可以咁尊嚴，而我又諗起我咁辛苦做嘅嘢，佢咁容易做到，但係佢攞緊咧係5000多蚊一個月，即係我覺得唔怪。即係呢個世界係極之 punish 一啲唔讀書嘅人。我哋成日就係追求金融啊、知識型經濟啊、乜乜乜呢班人點算咧？即係佢唔係做啲好無謂嘅嘢喎，佢其實係好有水平嘅喎。嗱，你諗下，而家掃街係政府叫人投標去外判請呢班人噶嘛，係咪？即係我覺得政府有個責任睇下呢班人到底佢嘅技術水平係點，比較喺社會其他職位同埋我哋嘅生活。點樣樣先至為之對佢有一個合理嘅回報？我感覺咧，強弱懸殊嘅情形之下咧，只有就弱者就越弱，就越嚟越慘。即係話咧，某一個階層以下嘅人咧，政府真係要做啲嘢去傾斜，唔好咩都講市場決定。咁經過我呢兩日咧，我更加覺得咧。呢個方向係啱嘅。跟住嚟講嘅係東張西望。